异地偷偷来找他，骗他说不来了。今天我就先不过去了，你早点吃口饭，然后回家吧。我的消息他都是秒回。你的回话凌乱着，在这个时刻，我想起本全帮的白鸽。垃圾的正确去处应该是垃圾桶里，而不是地上。想给你个惊喜吗？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